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哥，我现在在飞扬市场的大门口，有个粉丝是做医生的啊，过来找我拿一台三星的 S21U， 16+512G 的顶配国行啊，我们去给他面交一下。大哥，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北京过来。你是过来这边玩吗？这边工作。工作是吧？你看一下这个手机的外观啊，没有磕碰吧？没有花痕哦。大哥，以前你用什么手机呢？用华为。华为的，为什么要想换个三星的 S21U 呢？因为我需要这个谷歌框架。就是说要用谷歌是吧？对，用谷歌。那你觉得华为手机用的怎么样？我最近用的是 Mate 40 Pro。 Mate 40 Pro。 对，那个手机怎么样感觉？手机也还不错。还不错是吧？对，因为有时候这个以前就是出国嘛。华为 Mate 40 Pro 的信号电池怎么样？信号没问题，信号还不错。这个三星的这一款你看中它什么呢？它主要是这个16+512G 跟这个就是固态硬盘还可以有一个借用嘛，这样后台能运行比较多的软件。这个韩版的好像信号不太好，因为国行是双卡。国行跟港版信号是比较好一点。对。还有呢，你感觉它的拍照怎么样？拍照比华为要好。拍照就是1亿像素。对，我知道。这拍照确实是非常不错。100倍的那个定焦。这拍照是可以的。这比华为。整体的话，这两款应该有的一拼哦，各有各的优点哦。但总体来说，我觉得三星要比华为要做的好。因为我之前在用华为之前也是，现在又改了，因为华为没有5G 芯片了。对，这是一个主要问题。你拿回去用哦，我们会给你保修一个半年的时间，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找我哦。